谢谢吕东。好，接下来呢，这首曲子叫《双人舞》。《双人舞》这首歌的想法是说，就是我们人跟人相聚的时候，例如说朋友啊，或是情侣，有没有？然后他们的相遇，然后结合在一起，可能是由于一场误会，就是突然间不知道怎么了，然后就在一起了。可是也常常因为不知道怎么了，然后就分开了。那我都觉得它是一种误会。在音乐上，我想要就是用一种一个很相似的句子，然后用不同的节奏来了解这种感觉，就是一个人从误会，然后结合，然后又分开的感觉。大家可以听听看《双人舞》。好，接下来呢是我的创作，叫做《流浪狗》。这首歌呢是有一天我在淡水路上走来走去的时候，看到有一台捕狗车，然后里面就有载了很多所谓的流浪狗。当下就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他们只是没有人养的狗，为什么要叫做流浪狗呢？然后就要抓起来，没有人养就扑杀。这个我觉得，很想把那个车推倒，可是其实一个人力量不够。但是就是觉得很奇怪，就是地球其实不是人类的，是所有生物的。
但是我们硬要用我们人类的规范去说，这是我住的地方，你不能可以进来，你不可以在这边大小便，你不可以在这边走动，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如果说有那种什么流浪昆虫，我们也不会这样讲流浪昆虫啊，只会说流浪狗、流浪猫，但是没有别的东西，为什么？好，那这首歌叫《流浪狗》，是我用以自己是一条狗的心情写的一首歌。
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要唱的歌叫做《月娘》。